里面的白菜长大了，我老爸说先不去赶回来。走，宝贝。还不行看哈。可以。走吧，你看这个大白菜，大白菜有十斤，有十斤没有了哈。那些衣服。你看这个。看这个。这么大。冻得很，冻得死了，好冻哦，这个。妈妈。哎呦。妈妈。嗯。哟，好大，都比你大了，你看吧。哎呀，你看你爷爷那个。那家里有点咸鱼吗？六哥来了，六来了没有？来了。来了就不用。跟着谁有十来十天？来了没有？来。十来十天。哇，你看这么大的白菜，有十斤送的呢。好的，行。来了没有？没有。啊，还装不到。三个都够了。哦，这瓶鞋也拿几钱？慢慢拿。好，这个可以拿。好的。装不到的嘛，刚才飞嘛。包起来。农夫不得钱。喂，宝贝，起来吧，起来。那如果这个不包的话，就看给妞妞吃了哈。哦，哎呦，只有那个可能还是包起窝，包的不多，湿很了，冷得很。这个，走嘛吧，走了，我们回去了。哎，走了噻。妈，你看嘛，那看到我们看别菜来都烟起的很那个。哦，是吧，宝贝，小苹果，回去了。飞松神更上老了，那大山是和张龙高没有老哎了。给妈妈拿一把，拿好一把吧，拿着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薄了，但是会哭的。老一些老人也不会。有的老很多，老很多。老好一扯哎呀。要这里又要不得，长谁说就没法吃掉。啊。哎呦，这个吃不赢了的是那哈。我就是。啊，不给打包倒是乖的。把这些捞了全部套路，好，要得，够了，你看吧，得一包了，妈妈都，那个捞了，我弄地下的，弄上去，妈妈拿，啊，哎，我拿这个不，妈妈我拿这个不，拿不拿？你拿不拿？拿，拿，把剩下给妈妈。啊，一下子得一大包，你看，农村就是好，自己吃的又健康，纯天然的。快点拿起来哟！
天哪，我的滚滚呢？啊，滚过来喽！快点起来了！你看这个鱼片都在这摆着的。天哪，你什么？这个鱼片对吧？走。妈妈，还要送饭不？奶奶，你回来了啊？回来喽，妹妹。嗯，我的小奶奶还舍不得，我怎么舍不得呀？包括条件。还有那个藤花开，藤花开，我儿不要去亲戚，采个走一个走几块菜毛钱，熊熊子嘞。你是没事的时候，你火把要打掉了吗？要烧成大火。他眼睛我看哈子，弄啥你还叫我烧成大火？我看哈。我真的打了哈，不是我帮老妈哈，今天晚上本身就是打。晓得了，晓得打起来了。我都说打嘛，啊，今天晚上真的没烧灯啥火。那要输，为什么？那人家吃火是吧？他年轻就吃这个，还不如三种火。Thank you.